男神偶像始祖刘文正经传在去年11月12日生日前过世，经纪人夏玉顺证实，还表示他过世的时候是姐姐发现的。不过现在有一名自称是刘文正新加坡的亲近友人说，刘文正并没有离开，是刘文正不想否认，而这样的消息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很确定，但是他要这样讲，那我没办法，叫他出来，我把他活着叫他出来，我最高兴了。从哪里得知说刘文正先生过世的消息？跟你啊。到底真实为何？夏玉顺说他的消息来源也是听圈内有人说，但是相当的确定。而他批评对方就是在唱反调，因为当初刘文正曾希望他能够签下这个人，但是遭他拒绝，而这个人还称握有刘文正的所有版权，也因此对于夏玉顺发布这个讯息不满，才会故意出来搅局。现在消息出来之后，也有人在网络上贴出了刘文正小时候的照片，小时候就可以看到眼睛相当的迷人，到高中已经是一位超级帅哥，而他也跟罗碧玲还有崔台清、崔爱莲姐妹一起合作过，这些照片也被贴在网络上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燃烧热血棒球魂，棒球经典赛看东森。